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和 EXILE 成员 Akira 这日起女方爸爸的故乡台南举行世纪婚礼。所谓的世纪，不是说个仪式有几豪华，而是来围观和祝福的市民真是本世纪台湾最多啊，直头要封几条路添啊。大家一早就来等，等到晏昼，主角终于到了。林志玲拖住爸爸慢慢行入去全台吴氏大宗祠进行当地传统的嫁娶仪式，而司仪就由好友蔡康永担任。呢三拜之后，阿琪拉就正式升呢成为台湾的国民姐夫啦。一路都眼湿湿的志玲姐姐，一听到 Akira 的誓言就喊到收不到声啦。手机交给我。他是真的在哭嘞。啊，不要讲了，是没意思。我来，我意思讲不是擦汗呐。人家开始出来，公主家。手机都没带，哦，对啊，对啊，对啊。你也在。我还得去开机。对啊，等我。还有没有卡片啊？剩三分钟哎。反正你就不要录了，反正高雄会录。这个世纪一吻真是够晒心情啊！不过由于蔡康永太百厌，所以就有世纪第二吻啦。之后他们一行人就去了隔离的双花亭度吃下午茶，啊不是，是新娘茶。食完之后再去婚宴会场台南市美术馆，出席的包括有恩师洪伟明、小 S、蔡康永等艺人。志玲姐姐举行婚礼都不忘外面的民众和传媒出来向大家挥下手啊。